哎呀，加个班吧！不，哎呀，这小孩子怎么那么难着？我快累死了都！哎，爸，你快出门找吃的呀！我还饿着呢。哎呀，孩子，你把我实在油料那么多了，怎么回去你了？哎呀，断成青铜不倒呀！ 哎，感觉孩子压力有点大呀，要不再扔一个吧？哎，爸，别扔我呀，我吃的少呀。这门管也太不负责任了，压力大就扔孩子，咬不了别吃那么多呀。